大家好，我是陆培恩，曾是绿园厨艺的主持人。我要介绍我的新书《My Love My Legacy Volume 2》，它一共有85道中西美食、45道中餐及40道西餐，道道精彩好吃，做法也简单。我用下面的这些 sample 图片来为大家介绍。首先为你介绍的几道中式的宴客菜，有牛肉卷、东坡肉、腌笃鲜、蜜汁培根、锅巴虾仁、两张皮、酱油鸡、木须鸡片。这些美食不但味道鲜美，摆设高雅，做法简单。中式的家常菜有大家常吃的面食及饭类，这里有蒜蓉粉丝蒸虾、卤牛腱、豆腐砂锅鱼块、玉子豆腐、榨菜肉丝面、猪脚面、扬州炒饭、上海菜饭，即使是猪脚面及扬州炒饭也令你垂涎三尺，不是吗？新书中的四季点心都是节庆糕饼，大家百吃不厌，有烤年糕、芋头糕、萝卜糕、烧饼、素包子、荷叶包、花卷、月饼、生煎包、芝麻大饼等，学会了就不必出门就可吃到了。在西餐方面，有主食、副食及甜饼的分类，这里为您介绍的 sample 有红烧牛尾、 Beef Barley Soup、Sweet Tri-Tip、 Beef Burrito、 Chicken Masala、 Paella、 Lobster Biscuit 等。你学会了，你的家人朋友对你会刮目相看哟。在副食方面，为你介绍的有两种 crepes、 Three Kinds Salad、 Pasta Salad、 Orange Beet Salad、 Warm Noodle Salad、 Three Kinds Sandwiches、 Tuna Sandwich、Ham and Cheese Sandwich、 Pulled Pork Sandwich， 还有简单的 Side Dish， 这是家人孩子们的最爱，因为简单方便并可享受一起用餐的快乐。最后的甜饼介绍有 Muffin、 Zucchini Bread、 Homemade Bread、 Chocolate Peanut Butter Bar、 Blueberry Cake、 Croissant、 Cookiescinnamon twist、 poached pear， 它们是饭后的精品，又是下午茶的重心，不可少的，在家就可享受，何乐不为啊。看完了这些简单的介绍，你们喜欢吗？有兴趣吗？可以和我联络 grace.p.chu@gmail.com。 谢谢大家观赏。